美女，加个微信怎么样？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哎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值得拥有两个。哎，田哥，你跟小七住多长时间呢？快一个月了吧？哎，那不可以提点过分的要求了？现在可以了？可以呀、啊。那个琪琪啊，咱们俩现在处多久了？一个多月了吧，都一个多月了，那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一个过分点的要求？那什么过分要求？你说吧。以后我们俩去吃饭，坐公交车去得了，别打车了。让你提点过分要求，你就这样，能不能再过分点？这过分的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是我们俩去吃饭。你请客呗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